無名なる夢中を Captain on Bridge。以上就是今年的工作计划。综上所述，接下来一年我们的工作重心依旧是继续清理崩坏余迹和协助城市重建。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说起来，重建的工作现在已经推进到长空市，天命也在那里布置了基地。那既然幽兰戴尔大人没有异议，我们就出发了。是该出发了。接下来这一年，我们能做的只有不辜负人们的期望，让一座座城市重新焕发光芒。幽兰戴尔大人，会议已经结束了。啊？今天的会这么早就结束了？是呀，幽兰戴尔大人很专注呢，或许已经在思考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新年礼物最能带来惊喜了。新年礼物？是的，刚刚德丽莎主教说今天放假一天，而且晚上还会办新年聚会呢。因为去年结余的活动经费还有很多，德丽莎大人准备拿出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新年礼物，以天命的名义赠送给大家。
这一次的现场需要我来布置，所以挑选新年礼物的事情就交给二位了。苏珊娜，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带着幽兰戴尔大人慢慢挑选，好好的筹备哦。丽塔的笑容似乎别有心思，但我没有证据。保证完成任务，幽兰戴尔大人，我们出发吧。出了新年特别商品，哎，是新年的动物系列。幽兰戴尔大人有喜欢的动物吗？大部分小动物我都挺喜欢的，不过如果要选一个的话，大概是猫吧。从数量上来看，上家的猫玩偶要比狗玩偶更多，果然还是猫更有人气，是不是应该多挑选一些猫玩偶？但是丽塔好像提到过，她更喜欢狗一些。等等，在猫狗之中，似乎有另一种很可爱的动物，圆滚滚的脑袋，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早上好呀，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好巧啊。哎，希尔，你们怎么也在这儿？罗萨利亚和莉莉亚昨天为孩子们准备了跨年活动，孩子们最近好像在学画画，给我们画了很多可爱的画像，所以我想在回去的时候给他们带些新年礼物。你就是太宠那些孩子了，要我说不该惯着他们，写完作业的孩子才能拿到新年礼物。可是希尔，你拎着的购物袋里似乎给每个孩子都挑了一份，而且都是孩子们心愿单上填写的礼物呢。什么心愿单？我才不知道，都是巧合。那些孩子收到礼物后一定会很开心呢。都说了才不是给他们挑的。年幼时小小的心愿得到回应，对孩子们来说是成长过程中一段温暖的记忆。哼，只要他们能老老实实不捣蛋，比什么都强。希尔尼亚总是这么说，其实比谁都希望那些孩子们能开心。我们先走了，幽兰戴尔、苏珊娜，晚上新年聚会的时候再见吧。好，晚上见。苏珊娜，我已经选好了，买完单我们就去下一家店。选好了，而且已经打包好了，好有效率，不愧是幽兰戴尔大人。这家店人很多，这是上个月才开业的周边店，以女武神元素为主题，
贩卖各种神奇的小东西，在天命八卦万事通上讨论度可高了。是吗？这件商品总觉得有些眼熟。啊，这是之前调查新品的主题元素的时候我们投票投出来的，当时天元奇英的得票遥遥领先，因为大家都觉得幽兰戴尔大人总是帅气又认真，是激励大家努力向上的榜样，非常契合新年的主题。只是这件事好像忘记同步它了。哦，还搭配了推荐语，实在非常用心。我看看，写的是：在这个新年，将美好的瞬间记录下来，未来再次开创。好像还是我写的推荐语。幽兰戴尔大人，这个是写的很不错，做工很精细，魔术贴的设计也很好。幽兰戴尔大人居然给出了正面的评价，而且很开心的样子。苏珊娜，带上这个。哦，还有那边的苦瓜玩偶，以及这个，他们应该会喜欢吧。好的。幽兰戴尔大人，在这里稍等一下。拿的东西有点多，我先把零钱塞到口袋里。硬币掉了。再来一次。这一次肯定能出异色涂装的新年限定款。硬币是你们的吧？啊，布罗尼亚和牙医，你们看起来收获满满，真稀奇，平日很少看见幽兰戴尔逛街呢。其实
新年的第一天理应出来走走。你们看起来也是收获满满呢。主教让我盯着点 Bronia， 他已经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了好几天，今天必须好好回家休息。我是打算回家补觉的，只是没想到，蹲在这里玩扭蛋机，刚好被我发现。只是运气不好而已。这已经是第二十次了，Bronia。限定款的概率是5%，20%是获得一个限定款的期望值，所以至少也要尝试20次。很符合统计学的说法。那么这次抽出来了吗？很符合统计学的说法。那么，这次抽出来了吗？不，很遗憾，是第五个普通涂装一款。阿拉哈托的新年限定款弹盒很特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限定款的一色涂装非常帅气，每台扭蛋机里只投放了一个，可以说十分稀有，所以能不能抽到全凭运气。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判断一台机器里限定款是否已经被抽走。确实，或许我们应该去下一台扭蛋机那边试试，积攒了这么多运气，下一次肯定一发就能出。好吧，
不过逛完这里可不允许去工作室。我给你带了自己做的花茶，对安神助眠很有帮助。放心，这次肯定不回工作室，代码已经上传云端，随时随地都可以搭建开发环境。那么大家晚上再见。晚上见。祝你们好运。概率微小，随机性强，无法计算且不可控制。不过试一试也无妨，希望可以把这份运气送给 Bronya。 幽兰戴尔大人，这个好像是限定款。这一次肯定能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一件礼物都非常可爱，多亏了幽兰戴尔大人。需要买的东西都买齐了，我们回去吧。累了？没有，只是我们是不是忘了些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礼物吗？苏珊娜该不会以为我忘记给她买礼物了吧？心思都写在脸上了，真好懂。放心吧，礼物都齐了。哎，礼物提前拆开就没有惊喜了，再耐心一点，今晚你就会知道。所以幽兰戴尔大人果然没有想起来自己的礼物吧？那大家的计划就能顺利进行了。好的，那我们赶快回去吧。事先说好，今晚所有人都不许聊工作。Thank you.
幽兰戴尔大人今晚似乎格外的幸运呢。说起来，聚会进行到这个时候，也该来一些余兴节目了，比如一些新年小礼物。好，这里是德丽莎主教委托我准备的新年礼物，希望合大家心意。来来，每个人一份，快来拆开吧。是蝴蝶的胸针，好漂亮。我的也是，和你的款式一样，只有颜色不同。希尔戴上更像老师。这是异色涂装的新年限定款。精致的茶具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我很喜欢。哎呀，我拿到的是看起来很可爱的狗狗玩偶呢。不愧是幽兰戴尔大人，果然很了解大家呢。这是什么？天命周边店发售的苦瓜玩偶，他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量产了？哇，是小熊！原来这个动物系列是有小熊的。毛茸茸的耳朵还一弹一弹的，好可爱。幽兰戴尔大人，谢谢你。这是什么礼物？幽兰戴尔大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没有包装过这两个盒子。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恐怕是……果然，你看现在箱子里面留下了什么？两张纸条。新年快乐，伟大的石之律者女士为你们献上这份礼物，以及新年快乐，不能赶到实在可惜。这是我在旅途中遇到的一种花卉，当地人相信这种花环能带来好运，我也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这份祝福。
看来是来自小石和班长的礼物呢。得去跟他们说一下，多拍点照片，之后工作室做场景云画的时候参考用。即使远在异国他乡，大家的心还是连在一起呀。是啊，没想到还能收到来自南半球的礼物。但是尤兰戴尔，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漏了什么？难怪那时候苏莎娜一直盯着礼物待看，原来我忘记准备自己的礼物了。不要紧，我今天已经很满足了。那怎么能行？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收到礼物哦。伊塔，准备好了吧？当然，德丽莎大人。幽兰戴尔大人，这是属于你的礼物，请收下。快打开看看吧，幽兰戴尔大人。你们，好。谢谢大家。在吹蜡烛之前记得许愿哦。没想到给各位准备新年礼物的我才是收到最大惊喜的那个人。毕竟今天是特别的一天。这是我和希尔一起准备的礼物，希望你会喜欢。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新年礼物哦。没错，准确来说，这是新的开始。还有我准备的礼物，生日快乐，尤兰戴尔大人！谢谢你们。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会以新年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还记得吗？生日是大家抱着对一年来成长的纪念，以及对未来许下的心愿所度过的日子。新年也是一样，是每个人都会期待新的开始的日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新年和生日的意义是一样的，一同庆祝也非常合理。谢谢你，丽塔。不过呢，幽兰戴尔大人，策划这件事的其实另有其人。啊，该不会是……
我看看，我看看。哎，大家都在啊！哇，有这么多零食，是不是很羡慕？还有很多新年礼物呢。那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啊？当然有了，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给你带过去。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哎呀，你们那边果然好热闹啊，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提安娜。姐姐，我还以为这时候你肯定又去训练室了。假期怎么样？蛋糕是不是很好吃啊？嗯，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假期，蛋糕味道很不错，甜度刚刚好。谢谢你，提安娜。是吧？这个蛋糕我和丽塔商量了很久该怎么……等一下，你发现了？好吧，我就猜你也会很快发现。那么，还有一个未署名的礼物，也是你准备的吗？这个啊，其实是……不行，这个我不能说，估计一会儿老爸就要给你打电话了。果然是他。他还让我叮嘱你，今天就不要总想着训练和任务了，好好放松一下。啊，等等，时间快到了。姐姐，快看窗外！别给大家准备的，而且为了提安娜，我们还做了一点特殊的布置哦。牙医，拜托你了，交给我吧。倒计时开始，三二一。哎，怎么回事？刚才信号怎么突然波动了一下，而且还有好多杂音。牙医，你刚刚不会是不小心用了全能吧？笨蛋提安娜，抬头往地球上看。哼，你可不许骗我啊。哦，让我看看地球的方向。哇，是极光！原来牙医使用全能是为了这个。这下提安娜就能和大家一起欣赏同样的景色了。这可是 Bronya 姐姐的提案呢，毕竟是新年聚会，要让每个人都玩得开心才行呀。嗯，大家都在看着同一片极光，就像我们一直在一起一样。烟花秀和极光，真是绚烂的美景呢。嗯，烟花和极光都很漂亮。
新年总是伴随着对未来的期待，在来年大家总会想要迎接崭新的自己和崭新的生活，等待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对我来说，当时面对的一切确实都是崭新的开端，所以即使是随手选择的日子，在那一瞬间也有着对崭新未来的期许吧。新年快乐，提安娜，明年一定会是一个美好崭新的开始。一定会的，姐姐，新年快乐。
今天的空气很凝重，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Bronya 有了新的力量，也要背负起更多的责任。那个，知道了，甜菜汤做好了。太好了，最喜欢 Bronya 姐姐了。昼夜交替之际，正是吾辈行动之时。和你好久了，大姐。今天一起去哪里呢？
神之结晶，化开！接下来就交给我。是在家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敌人我明了，总觉得睡不醒。任务开始。时间到了，没一晚。杀气。一个不留。危险总是不期而至。杀气。开始移动。遵命，舰长。开始移动。危险总是不期而至。昼夜交替之际，正是吾辈行动之时。大姐，你回来啦！天气这么好，一起多逛逛吧。杀气！出其不意。是在家发挥作用的时候，发现你，任务开，咆哮吧，雷玉丸，外道六法，开！败在我手上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用介意啦。出其不意。不打算前进了吗？记住静静的休息，真的很不错。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战斗。这一季分出胜负吧。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是在家发挥作用的时候。发现。一花。外道六法，开！开始！是得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个的技巧，交给我。天机骚骚。
送吧，雷玉丸。小心！厉害我吧！I've seen you. I've patrolled these empty thoughts before, but I'm fixed now on the cure. I'm holding on to the last rock on the mountaintop, and I'm begging for your love. Do you remember the type of folk we used to be and the simple souls we used to see? Uh-huh. Do you remember? A fallen man with no escape. It seems he lives in yesterday. Uh-huh.You played away, well I forgive you once again. I'm losing patience, and I know for sure that we've been right here before. I see the dangers, baby I'm not crying over you. There's no point in lying with you, cause baby I'm not crying over you. There's just shit that I've gotta do, so I'm not crying.Hello， 可爱的小粉丝们，你们还好吗？我已经快十个小时没有上传视频了，大家差不多该有些想我了吧？对了，有
有没有发现妖精小姐我今天有哪里不一样呢？江江，今天的我可是第一次展示这件可爱的泳装哦。哎呀，是不是有些看入迷了呢？感受到大家的视线了呢？没错，大家都喜爱的妖精小姐终于要发布备受瞩目的夏日特辑。阳光、沙滩、海风，还有年轻男女们健康又微红的肌肤。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周的海岛之旅就要开始了。快看快看，我身后的海水就像蓝宝石一样，在太阳下熠熠闪光。是该先潜水还是冲浪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先去找我的小伙伴们汇合吧。不，正说着就看到了，花，我在这边。好了，那就让我们赶快奔向这场夏日的大冒险吧。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本应轻松愉快的一场海滨之旅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啊，手机和相机都彻底没电了呢。这是艾莉西亚，如你所见，青春美貌的女主角。她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以粉色妖精小姐的昵称经营着账号，在网络上颇有名气，黄金庭院的住客之一。这下糟了，完全没办法和外界联系。这是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如今正在为找工作而奔波，特长是神州谷武术，同样也是黄金庭院的住户之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初夏的一天，一封神秘的信件被送到黄金庭院，它的主人和十二名年轻的住客作为客人被邀请到这座海岛上。本以为是从天而降的好运，却没想到……我们被困在这片沙滩已经有一会儿了，不仅没有看到其他人，也没有船只往来。通往岛屿深处的道路还被奇怪的人造墙壁堵住了，手机也没有信号，现在更是连电都没了。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应该是受困孤岛了。不要啊！我的假期，我的 vlog， 我的播放量。现在不是担心这些的时候吧？好了，我们先去找菲利斯吧，看看他有没有弄到食物。哇，这些是什么？好可爱的样子！螃蟹。艾莉西亚，小心！他们好像对我们有敌意。来吃这根海草，乖。哎，只能靠我赶走他们了。
任务完成了。Bronia 感觉离希尔又近了一些。希尔还在那个地方，等着 Bronia。找到你了，希尔。又是 Bronia 姐姐赢了呢。